感恩台长，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。嗯，这是我的女儿，八九年的蛇。嗯，你不要讲，我看一下啊，八九年的蛇。哎，脑子出问题了。对。整天一想，觉得自己是谁是谁，有时候一想觉得有人在他身上啊，有时候一想害怕躲在房间里不愿意见人。 对，胃口也不好，整天害怕别人要弄他。嗯，听得懂吗？他是初期的这个，我们说是这个叫要叫什么？啊，自闭症，自闭症，嗯，初期的，他还有救。就他这种孩子，对台长来讲，那医院里你是没办法的，打一针吃点药，是真的这样的。像是台长救救他，小菜一碟。救他，我像我救这种忧郁症的病人，救这种要死的癌症病人，上次人家说真的可以开个法会呢，这么多人。对，感恩台长，太少了。您救了我们一家。我告诉你，第一，少给他吃东西，晚上睡觉之前，他嘴很馋，对，晚上吃很多东西的。他老吃糖晚上。吃糖，还喜欢吃那种高高点点的东西。对对。萨琪玛。嗯。他喜欢吃萨琪玛。听得懂吗？嗯，台长，我们念了1000张小房子，放了20000条鱼。好很多了。对，非常好。现在好很多了。现在。过去有点神经兮兮的。对对，是。现在不神经了，现在他可以上学了，看见了吗？对，看见吗？非常感恩。上学了要有信心，对不对啊？你认识个卢台长，人家又不认识。对，你说我卢台长很厉害的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我有卢台长帮助我呢，你们有不啦？您看看我们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几年属什么的？89年的蛇。你要当心啊！其他没什么。小丫头妇科不好啊。月事不正常。对。腰酸。对，他老说尾巴骨疼。其他倒没什么，现在这条蛇还蛮好的。游的还蛮好的。是吗？您看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小房子是吧？你先给他一共再念170张。好。然后再21张一波一不停的念。好。因为我看他也会念小房子。对对对，他就有点不精进。您得说说他。看见了。嗯，我说说他。对，台长说你听不听啊？你想不想大家在学校里对你好啊？你听台长的话，你念经的话，以后还能做班级里的小领导呢。听得懂吗？你别傻傻的了，明白吗？等到一定的时候，叫你妈给你换副眼镜。好。这种眼镜很傻的，把人框住的，所以很多人傻傻的，要戴眼镜要戴那种金的，因为它可以给人带来幸运的。亮的，你看很多人啊，过去眼睛啊一戴那个框的，就把你眼睛框起来了，啊，你看边上眼睛都看不距离180度，啊，180度你都看不到的，所以你去看，眼睛要金光闪闪的，你像你这种眼睛一戴就发呆，听得懂了吗？是。他很聪明的。他以后还想结婚。对，你那个还有他还想找男朋友。是，你给我老实点。以后看看，好好做义工，义工里边看看哪个人慈悲慈悲要你。那个台长还有一个事儿，就是他的那个澳洲那个学习那签证到期了，从去年开始就没有批下来。您看看什么时候能批下来，我们做点什么。叫他许个愿。好吗？好。叫他许个愿。好好念经。放生。然后呢自己许个愿，我要啊怎么样怎么样，或者在网上渡人，或者要怎么样，好吧，许个大愿吧。好，许个大愿，好吧。他吃全素了吗？已经吃了一年了。
哦，送上去时间也不算太长。嗯嗯嗯，有几个月了。好好念经吧，好吧。嗯。台长爷爷已经帮过你了。太好了。很快了。谢谢您，谢谢。很快下来了。谢谢谢谢。那您看他能在那个澳洲生活吗？他啊。能不能生活啊？啊，能在这儿留在这儿。要看他什么蛇了。嗯。青蛇、水蛇。他是青，您看过他是青蛇是什么？您看看。几几年的蛇啊？嗯，89年的蛇。行的，他可以在澳洲的。哦，太好了，太感恩了。嗯、感恩你，感恩。你好好听话啊，英文学的不好啊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要多讲啊。嗯。什么地方人啊？北京啊。嗯。啊，好好念经啊。嗯。英文好好练呐、啊，晚上不许吃东西，记住了，吃完晚饭之后不能吃零食，喝点水，白天可以多吃一点。嗯。好吧，人胖一般都是晚上，明白了吗？嗯。好了，灵性不来就好多了。嗯，他已经好了，已经完全念经好了，结束了。哎呀，非常的好，嗯、真的救了我们一家，感恩救了一家。观世音菩萨不是我，观世音菩萨还有卢军宏台长。哎，我没有，我感恩。嗯。